34.7万公里有多长？几乎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，可以带你环绕赤道近10圈，或者翻越4万次喜马拉雅之巅。34.7万公里有多长？当被嵌在48.6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，它就是2.7万个乡村的连接线，悄悄流转在8000万四川人的生活里。34.7万公里，纵贯千亩广袤的稻田，翻越过海拔4000米的雪原，它有72道盘旋急转的蜿蜒，也有无数次一步飞架跨天堑。34.7万公里是四川农村路的长度，它就在我们的脚下，它连接着我们彼此。我脚下的路在海拔3500米蜿蜒而上，这头连着藏房，那头连着课堂。30公里是我车轮每天行驶往来距离，12个村子，1个集镇，小黄车上路，送货更快。是路让我们在大山里创业成为可能，在电脑里面下单，快递第二天就能寄到省外。包括10公里装进镜头，一路都松紧，它也给12个本地新村和6万百姓带来了致富的新机遇。道路纵横交错，线路成片联网，缩短了城乡距离，让美丽乡村提档，打通了致富瓶颈，实现了百业兴旺。今天，交通运输人正奋力书写脱贫攻坚后的又一篇文章。站在新起点，建功新战场。每一条乡村振兴路，都是34.7万公里的接续。每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，都有他们坚定的守望。做好农村路上有我们服务，更快、更稳、更安全。我从事这个养护工作的已经35年了，责任就是把路养好、护好，保证大家行车出行的安全，就是我们的心愿。未来，我想我最大的责任就是继续为一方百姓管好路、养好路，让百姓行得更安全，走得更舒适。扎根在基层，服务在一线，每条是好农村路都有我们在维护。我们的工作关系到百姓出行的幸福感，我们一定会尽责尽心，让四好农村路发挥出更大的效益。34.7万公里有多长？它还在延伸，也还在生长，它还在奔赴远方，向着梦的方向。且长，但行则将至。你我脚下有路，因为心中有光。